早上天，哎呀，大家2023新年快乐齁，1月1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神谕齁，在这个1月1号的时候呢更新了齁，更新这个新年福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齁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哎，好，希望是不要氪金齁，这个是每放一个福袋需要消耗一个福的这个券齁。好，请选择心仪的道具。哎，这一个的话我要选哪一个啊，其实这个有时候会抽到不错的东西耶，但是 UR 碎片好像还是最实在吧。然后我们再选一个，诶，这个的话我想要选神殿线索，因为这个好贵哦。那这个的话价值是5000钻哦，那这个的话价值是7000钻，诶，不对，5400钻哦，5400钻哦，因为这一个的话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啦。那古墓线索的话这个就还好，每天都免费抽哦，所以我想要选神殿线索。这一个的话虽然说这两个价值怎么讲呢，如果说你单纯是以那个神殿币来计算的话哦，都是10000，可是呢神殿线索的话我觉得比较有价值一点哦。好，然后心仪的道具其实都还蛮实用的。那女神的话呢是跟这个好感度有关系，好感度呢又会跟这个灵感之泉哦，这个杯子的数量有关系哦。那这个也是可以加一点属性，然后呢魔方残片就是慢慢点嘛，这个样子。那造型券的话也是可以慢慢获得，在商店中也可以慢慢买到。那传承天赋点也是永远欠的齁，那这个就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，都是蛮实用的东西啊。我选择传承天赋点好了齁。好，就这个样子。那这什么东西啊，每开启一个福袋需要消耗这个啊，上面是什么东西，他说福袋使用福袋券进行抽取，每次抽取需要消耗固定的福袋券，未使用的福袋券，然后活动开始选择三个作为大奖，每次抽福袋都可以获得心愿物品，未抽出的心愿奖可以随时更换。好，啊怎么样获得福袋券，任务齁，签到，然后呢每日认购，完成每日拼图召唤，消耗星石哦，消耗星石也会有齁，这个样子。六个就有一个，然后30个也有一个哦，这有点像是累积消费那样子的概念。然后探索5次文物齁，完成每日拼图哦，这一个齁，这个是每日的。召唤英雄5次，所以召唤25次就结束了吗？最多就是5个吗？探索5次文物，所以说最多探索25次齁，是不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齁。哎呦，我获得一个这个金的文物碎片，看一下齁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一个哦，这个满了是不是。好，这个合一下。哦，这个已经满星了。好，这个是加生命的。然后文物什么东西啊，为什么会有惊叹号，好，我拉一下。是谁有惊叹号呢，是这个东西吗，觉醒。诶，不知道诶，齁，可能是不知道多哪个东西。哎呦，新年贺卡。诶，等一下我们来抽一下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领一下。好，免费的最好。来，我们来抽一下吧，齁，这一个神殿的。好，来抽一下哦。嘿，果然很困难啊，上次看到有网友贴出说他实抽出了这个两个专属文物啊，我看来我都要抽到这个保底哦。好，然后呢来看一下说这一个今天齁，今天这个限定召唤齁有没有更新，没有新的角色齁，是多了一个这个福袋哦。新的角色有没有，诶，这个还没有更新哦。哇，然后那这是提风我已经满了，那就下一次吧。那我们就抽一些角色好了齁。我们就来一个阵营的召唤。然后要选谁啊，我选个创世好了齁，这个样子齁，我的虚佐跟这个奥丁都还没满。他好像是25次嘛，是不是抽25次达成那个福袋的条件哦。好，金色的。OK, 好，戴欧女修斯不要。然后我们好友抽，这样就30抽了吧。哦，也有金色的哦。OK, 好，这是伊西斯的妹妹。好，抽完了齁，我们看一下任务也达成了。达成 ,OK。哦，有10个福袋齁，这么多。那我们就来随便点一下吧。要点谁啊，好像图片都差不多齁。好，随便点一下织田信长。哦哟，这么多东西哦。哦，看起来东西很多齁，不过也是离离口口的一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点。好，真的不怎么样啊。好，再来。好 ,17 钻石齁，哦，52个。这真的好烂哦齁。好，再来。好，也是不怎么样，再继续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抽。4。哇，哦，这么多福袋。3齁。2。
好，一，哇，我抽了半天，好像没有抽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哦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每日领，好像就没有了吧？哈，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点一下。啊，刚刚看到聊天哈，有看到一个那个什么那个。有一个网友贴了一个扣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个 Happy New Year MH 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有的吗？哎，你站上去很危险，下来、啊、女儿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 Happy New Year MH 哦，就是那个神谕的英文，有吗？他在读取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普通抽五个，哎、欸，怎么跟英雄混沌传奇一模一样哈、哦？好啦，那所以大概就这个样子哈、哦。新年就是有一个这个新的福袋活动，那刚点了一下，并没有中大奖哦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开一开之后呢，有可能会随机出现上面的这个大奖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说特别逼客啦这个样子。那每天完成这个任务，然后这个探索文物哦，哎、欸。这个探索文物不用神念召唤，这是普通的那一个。那总而言之呢，这样子，哎，这样我这边也抽一下好了。这样子，我这样算十抽了吧？看一下哦，再领一下。五 ，OK， 我再十抽就有了哈、哦。等一下哦，我们影片的最后哈、哦，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是都领完。哎呦，哦，中了一个这个什么？诶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竟然没有获得过，看一下哦。宙斯青铜像，哎呦，技能伤害，诶，好像不错诶齁、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领一下，这边都领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每日任务齁、哦、撸两张福袋齁、哦、我们再开三个、哦、都没有齁、哦、都没有开到，所以他有可能随机开到上面的大奖。那至于说福袋的东西真的是就是一些小东西而已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先到这个地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然后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哦，这个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心。诶，好像应该留到这个除夕过年讲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